한국人每天必说的一百句日常口语，建议收藏第四集。아니没有맞아对아니야不是그치만但是근데话说不过但是그러고보니까这么看来그건그래나就对呀할말이있는데我有话要说눈치챘어你注意到了吗또요그렇구나这样啊그렇긴해是啊그래도但是那样말이안나와无话可说无语我没话可说기억이안나我不记得了기억났어想起来了吗그랬구나原来如此잘지내你好吗뭐라고你说什么다시한번말해줘请再说一遍잘못들었어我听错了차라리不如干脆되게很어디까지얘기했지我们说到哪儿了무슨얘기를하고있었지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뭐였지这是什么来着거봐你看吧내가말했지我说了吧할수없지没办法깜빡했어我忘了진짜真的진심이야真心吗그럼어떡해나我怎么办까먹었어我忘记了처음들었어我第一次听